www.1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系咁简单 ，so easy。一个百分之百关于汽车嘅节目，两位汽车达人中嘅达人，我系车评人 Regina 陈伟森，我系车书频道主持人托浩。车书频道。每个星期日 ，Regina 同 Todd 都会在车书频道入边论尽车坛，无车不欢。男人记得要听，女人就更加要听啦。www.1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系咁简单 ，so easy。车书频道是由加拿大唯一内容主导中文汽车杂志《车书杂志》Autonet 赞助播出。星期一班时事评论主持都会在华山论剑碰面，他们个个唇枪舌剑，论尽天下正事。华山论剑，各位，我们今天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在几日前的这个省选，我们看到一个本来想着坐硬政府的这个政党，竟然呢就反而是变咗做一个嘅反对党，仲比以前嘅反对党嘅身份呢仲少啲席位添，即係影响力少咗添。咁然后本来諗住一个呢已经係就快呢俾反对党会打冧咗嘅一个執政党呢，已经諗住自己哇唔知可以攞到一席定两席定三定四席嘅一个咁嘅十几年嘅大党，又竟然可以唔单止翻生喎，仲比上次嘅省选呢是赢得更加多的职位的。同一时间我们见到一个个党领本来想着已经坐正做硬省长的了，还要在他的党里面可能谈一下怎样分那些厅长的职位啊。甚至在旁边有些人已经在讲着有些谣传，就说新民主党里面的人已经在明争暗斗地讲着说哪个应该做什么厅长啊等等。突然之间呢他们竟然就个党领唔单止系冇得做省长，更加嘅咧，仲有机会系俾人哋自己嘅党咧，系将佢能够拉落台添嘅。喺哪边厢咧？本来嗰个你又叫做801，成班嘅801分子谂住推佢落台嘅，喺8:01省选嘅嗰日就会将佢拉落台嘅嗰位咧，简惠之竟然咧又会可以唔单止系可以侥幸地 survive 到，更加嘅咧，系今时今日里面成为咗呢个嘅自由党嘅救星，奄奄而咧，唔单止系成为自由党救星添啊，更加喺我哋加拿大嘅政坛当中咧，系成为一个被称为一个政治巨人啊 ，political giant 嘅呢个简惠之呢个 Christy Clark。咁所以喺我哋嘅 BC 省里面嘅风起云涌性咧，实在非常之高啊！我成日喺度讲，如果有一个人咧，喺大概譬如话6个星期前啦，咁可能系发生交通意外又好，或者食错药又好咧，就昏迷咗嘅。咁喺佢昏迷呢六个星期之后嘅省选之后嘅一日醒起上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话俾佢听：，哇！而家简惠之好锋芒啊！我哋而家嘅BC 省嘅呢个新民主党好惨啊！冇办法相信嘅，仲话大多数政府添。咁所以我哋见到今日我哋嘅政治蓝图咧有极大嘅改变，其中一个原因咧，我自己谂紧。其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两个党领本身呢是能不能够掌握到这个的国民即是省民我们的一个议题。我们心目中能不能够去明白到我们在担心着什么啊，我们每日走出走入，我们每日送啲小路仔返学，我们揸车的时候在我们心目中想着的事他们有几多少人会明白呢？似乎在这方面呢今次的省选当中，我觉得省选的结果呢就话到俾我哋听啦。简惠之能够明白到我哋 BC 省省民嘅能力呢，就比起呢个特德安係高啲啦。我哋好多时候喺生活喺譬如话呢、这个嘅温哥华地区啊，低陆平原呢，呢、这个 Lower Mainland 呢一班嘅 BC 省民呢，我哋好多时候都係担心，其实呢就係喺环球经济不景嘅情况底下，对于加拿大的资源呢，在全世界亦都开始慢慢去降低需要的时候，欧洲那个债务危机亦都不断升级的时候呢，
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係其實有一啲嘅不明朗，好不明朗嘅因素。咁如果係咁嘅時期，我哋係唔係要去換一個嘅政黨嘅時間咧？咁似乎國民大家心裏面都覺得，哇！我冇理由咁樣，我揾我自己嘅將來去賭一鋪嘅啫。最大一個問題就係、是、一方面咧，唔單止啊，簡惠之能夠掌握到我哋心裏面諗對於經濟上面嘅擔憂，但另一方面咧，狄德安咧相對嚟講亦都係好冇辦法去能夠去溝通到咧，佢嘅心目中所構造嘅嗰個美麗嘅 BC 圖畫係點樣嘅？佢如果可能係因為喺省選一開始到一開始咧，佢就已經有一個差唔多民調上面17-20点嘅超前度嘅緣故咧，所以係唔知係咪因為咁嘅緣故咧，喺呢個省選一開始，狄德安同埋新民主黨咧，對好多嘅議題，對好多問題咧，佢哋都係冇一個好公開、好黑白分明，亦都冇一個稍微全盤啲嘅一個解釋。不管你係由講話呢個對於液態天然氣銷售俾外國嘅呢個嘅發展嘅計劃啦，定係你對於呢個我哋 BC 省嘅省債點去處理啊？我哋嘅財政情況係點啊？呢一切似乎嗰啲冇好好地講。好可惜地咧，佢哋嘅政綱、佢哋嘅政策咧，亦都係好似正正就好似反對黨佢哋所指控咧，就一個大花筒咁樣。喺我哋經濟仲係不明朗嘅時候，仲有赤字嘅時候咧，佢點可以仲繼續去話我呢方面又派幾多錢，嗰邊又派幾多錢？其實我喺度諗緊，如果狄德安同埋新民主黨佢哋所打出嘅牌咧，同自由黨嘅嗰個嘅牌咧係打一樣嘅。唔係話咩嘢，即係唔係相差太多嘅，都係譬如話自由黨話3年平衡預算，你狄德安譬如話我5年平衡預算，然後咧我喺呢段時間裏面咧，我哋唔會去加任何嘅開支嘅，喺教育啊、醫療啊、呢個福利啊等等咧，都係暫時保持住先咁。對於政客嘅人工，我哋又點樣遞減？即係如果佢能夠去掌握到呢一個人民對經濟上面嘅擔憂嘅時候咧。我谂今日去开香槟庆祝嘅就唔系简惠之，而系呢个狄德安佢哋啦。咁但系好可惜啦，省选嘅开始到末了咧，新民主党同埋狄德安佢哋喺英文上面佢就话自己咧就是、用一啲正面嘅呢个竞选嘅策略，但我哋即系喺中文嘅传媒当中，当然都听到啦，两个党都不断系将所有傾盡彈藥咧，就是、用一啲負面嘅攻擊嚟到去話俾對方嘅，話俾或者自己目標選民聽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新民主黨有一個好大問題就話，佢哋嘅一方面佢哋正面嘅信息咧就唔得清楚，但係咧卻係俾反對黨，即係佢嘅反對對頭人自由黨咧，就能夠定性咗佢哋，因為佢哋過去嘅一啲嘅。呢、這個政策上面啊，一個執政嘅時候一啲嘅污點咧，卻能夠去正，即係能夠令到為喺國喺省民面前咧定咗佢哋嘅性，所以正面佢哋攞唔到分，負面佢哋又失去好多嘅分。喺此消彼長嘅情況底下咧，你又唔覺得其實簡惠之能夠贏到咧，係一件好大出奇嘅事。咁當然啦，我哋今日睇翻嘅時候咧，佢唔單止淨係贏啦佢唔單止淨係贏一個嘅一個少數政府咁簡單，而係竟然可以贏到一個大多數政府，仲係比上屆嘅政府咧更加強嘅一個政府。咁所以簡惠之呢一個女人咧，大家都喺度覺得咧，就即係唔刮目相看嘅，唔能一定睇小嘅。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覺得簡惠之本身能夠一個單親媽媽嚇帶大一個細路仔，同時間咧亦都能夠處理到咁多嘅事務咧，喺過去兩年裏面做省長咧，這個係絕對不容易嘅事情。咁所以我對佢嘅尊重程度咧都非常之高，本來已經係高噶啦。咁但係喺今次呢個省選咁好嘅成績裏面咧，我就發覺佢似乎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能幹嘅一個女性嘅政治人物啦。咁相對嚟講，狄德安先生咧就好可惜地咧。是一个嘅叫做 policy wonker， 即係一个淨係顾政策上面思想嘅人，喺省选之前一两晚呢嗰个嘅省嘅the province 呢个省部呢，竟然一个係南岭嘅所睇嘅一份报纸呢，竟然公开地嚟到去支持呢个简惠之嘅自由党。
他的社论里面很清楚讲到，其实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狄德安先生和简惠芝女士两个都去到他们的编辑部里面去拜访的时候，狄德安先生那种的什么问的时候都不答和回避，相对于简惠芝的那种有问有答，还有一种很真挚真诚个人化的一个表现，其实深深地令到这个编辑部是大为受到感染和鼓舞。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将他们的 endorsement 呢就给了这个简惠芝。所以今次省选里面见到两个党领有不同的结局，但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我哋至少我哋能够讲到嘅咧，就话新闻我哋嘅 BC 省嘅省民咧，喺呢一次省选当中，我哋开咗声音，亦都系全国嘅里面咧，我哋俾咗一啲所谓政治嘅评论员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一巴掌刮过去，跌到周围地下都系好多嘅眼镜。其实呢个都系好事嚟嘅，等到我哋知道所谓嘅民调，所谓嘅政治评论，好多时候都系吹水而已嘅啫。好，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唔该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你会选择怎样去面对呢？生命有甜有酸有苦有辣，人生不同的味道，你有没有一一细味呢？逢星期一，一 Click Radio 诚意献上一个用正面态度去面对人生不同经历的节目《细味人生》。主持人李向晴每个星期都会请来一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和感受，还有正面积极面对困难的过程。细味人生，和你细味人生的正能量。www.1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华山论剑，好，又是华山论剑节目的时间。今天有我陈华雄，还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ter 刘哲达。是啦，我们就会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个BC 省选的问题。咁当然啦，因为我顶正如我们上一次所讲啦，我们都会有些朋友，如果他们有兴意见的话，他们会 send 一些他们的意见给我们，咁我们都会插入去我们的节目里面嘅。咁今天就已经是省选的第二日啦，咁啊，今次嘅省选结果，大家唔会觉得会唔会好意外咧 ？Charter 系咪肯定觉得好意外咧？梗系啦，吓鬼死我！因为我嗰日去咗投票站嗰度做义工噶嘛，咁啊点完晒票之后，咁啊翻到去其中一个嗰啲竞选中心一睇，咦，乜点解自由党50席嘅？梗系搞错啦，系咪？应该是自由党30席 ,NDP 50席就差不多。即是跌晒眼镜啦。我自己呢嗰日呢都是9点几先返到屋企。咁我听一听个 电台讲呢就话咦自由党50席。我觉得简直好似系一个完全好似去咗另一个地方咁样。不过我觉得呢我自己事前真係老实讲，我系完全冇预料咗自由党可以咁犀利囉。有冇人都同你讲过呢？有冇人同你事前讲过呢件事呢？佢话相信自由党会大胜呢？嗱，如果有啲人相信自由党大胜，自由党自己本身都唔知道会大胜嘅话，咁你凭乜嘢会知道佢大胜呢？咁当然係凭好多嘅感觉上嘅嘢，或者係一啲你所见所闻啦等等啦，係咪？但你睇返自由党佢自己 book 个场都係 book 个房仔咋嘛。係呀。即係我哋睇点票嗰晚呢，你睇 NDP 嗰个嘅转播呢，佢嗰个 camera 嘅位呢唔係几个定点嘅 camera 嚟嘅。是有埋一啲所谓Jeep 啊，一啲叫做即长臂猿咁嘅嘢，喺个一个叫做嗰啲叫咩中文我都唔知叫咩，即係总之喺你半空度嗰个 camera 可以喺个半空度咁样走来走去咁啊，即係有咁嘅效果嘅，即係啲叫 Jeep。你反观返自由党嗰个嘅竞选呢，即係个所谓胜利宣言呢，係冇嘅，係定点镜嚟嘅啫。即使话佢连租或者是请人哋去录影嗰啲器材都唔会搞到咁 fancy 嘅。嗰、那个场地亦都係好細个嘅啫。咁你可知道其实自由党本身
佢有晒最新嘅资讯，或者佢知道晒佢自己本身嘅选情，比我哋嚟讲应该系快我哋一筹嘅。又或者佢喺整个竞选咁多日嚟讲，佢系有不断有啲消息 feedback 翻俾佢，佢都唔觉得佢系会赢。唔好讲话赢几多先啦，佢都唔会觉得佢系赢。咁如果大众市民或者评论嘅人觉得自由党一定赢紧，冇第二个答案噶啦，咁嘅话咧，咁呢个唔系话佢啱错嘅问题，而系话佢所掌握嘅资料未必系一啲客观嘅资料咯。咁但系你估啱就估啱噶啦，唔论你掌握嘅系咩资料，或者话我第六感话俾我知系得嘅。咁都冇问题㗎，咁所以呢类人呢我哋要赞佢啦，赞佢叫做先知先觉。哎，我绝对要自我承认，我係即係而家讲嘅嘢呢都係马后炮。如果你话俾我听即係呢啲都唔算係马后炮嘅话，我都唔知係咩啦。不过所以我哋而家讲嘅嘢係最正確嘅马后炮。咁但你始终都要讲返啦，分析返啦，佢点解即係可以係赢得咁离行离辣呢？呢几日要听好多评论啦，或者系睇报纸好多评论咧，我发觉咧有几类人讲嘢咧系非常之令我睇低佢哋嘅。第一个咧就系嗰啲时事评论员，曾经有句咁嘅说话就系点咧？佢话天下嘅人咧都唔系完美嘅，唯有一类人讲嘢咧系绝对冇错嘅。咩人啊？reporter 记者，喂，唔好咁讲，我都系记者、啊，我唔系嘛，所以我可以咁讲。嗱，你睇下记者写嘅嘢咧，或者系嗰啲所谓评论家、评论员写嘅嘢咧，事情发生之前咧，佢好多嘢讲嘅逻辑啦、数据啦、小道消息啦、睇什么什么旁敲侧击啦，哇，写到真嘅一样嘅，咁有啲亦都系真系真嘅。咁但係当佢哋所写嘅嘢如果係与事实不符嘅话呢，第二日你就会见到啲咩呢？赖呀。赖乜都得，所有人都赖，就算有啲比较有肯认低位啲嘅呢，都会话係呀，我系跌眼镜呀，冇人跌眼镜嘅啫。即係佢你我哋搵唔到一啲人呢就係认认真真咁话， OK， 我哋跌眼镜边度，我哋下次点样改。今次我错咗，我讲错咗 ，OK， 我抵死，自打嘴巴。哎，今次我衰一铺，系冇人咁讲噶，个个都要将自己摆喺个神圣嘅地位，非常之恐怕佢一有少少话俾人知，佢动摇咗对自己嘅无限膨胀嘅信心之后咧，可能啲老总又唔揾佢写嘢啊，啲读者又会唔信佢讲嘢咁。但系成日我哋讲嚟讲去，点解我哋唔信啲政客咧？就是、因为佢讲嘢冇一种 take responsibility 啊，承担啊嘛。嗱系啦，狄德安咧就系、是、因为呢句话咧，又得失咗好多人。佢成日都话 ，I'll take responsibility， 我负责，我当初做嘅嘢我负责。做咗啲乜嘢嘢令到我哋觉得佢负责呢？嗱，喺佢嗰方面呢就係、是、觉得佢已经做咗一啲嘢呢，佢认为係已经负咗责㗎啦。NDP 嘅人亦都觉得佢所做嘅嘢係负咗责㗎啦。於是乎甚至选埋佢做党领，选埋佢做区议员，省议员。但係问题係喺你，如果你喺NDP 呢个圣洁嘅圈子以外睇返佢嘅时候，好多人仲係认为佢当初所做嘅唔觉得佢係已经负咗责。好啦，个矛盾就係佢今时今日仲大条道理摆个光环喺自己嘅头顶，就係、是、我係做错咗啊，我得35岁咗波，你想我点啊，我嗰时年轻㗎嘛，我嗰时受压力㗎嘛。咁梗係咁㗎啦，人家会犯错㗎啦，即係仲係合理化咗自己嘅错。而今时今日仲係话，嘿，人哋原谅咗我㗎啦，你唔原谅我係你唔容忍咋嘛。即係用咁嘅角度睇嘅话呢，难怪有啲人同佢冇一种共鸣。省选之后呢， NDP 呢真係要认真睇一样嘢。
即佢最大嘅噩梦就係话会唔会由此 NTP 变成一个永久性反对党嘅地位。嗱呢样嘢呢对于 NTP 或者对于每一个政党嚟讲係最可怕嘅事嚟嘅。如果选民有足够嘅选民，唔好讲几多先，如果有足够嘅选民相信你係一个最佳嘅永久反对党嘅话呢，你就等于判咗死刑，你永远都冇机会執政㗎啦。咁呢个呢我相信呢 NTP 呢真係要老老实实，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唔好再把一个头喺个沙里面，真係要反省一下。呢个系对佢一个非常非常大嘅致命伤嚟嘅。好，咁另外讲啲细微啲嘅嘢啦，我第一次见到 NDP 嗰啲lawn sign 呢，即係嗰啲插往草地嗰啲 sign 呢， change for the better 呢，我就死啦今次。唔好笑头嚟嘅。係呀。嗱第一。有咩原因？唔知点解，唔知系咪佢哋冇听到我哋啲华语嘅风景节目啊。我哋成日讲个讲一个听叫做两个烂苹果嘛。是啊，即如果我哋成日话两个烂苹果唔知揀边个，或者两个唔想揀嘅话，你如果话 change for the better 咁嘅时候，你系咪好似曲线 confirm 咗我哋嘅睇法，就系话根本就两个烂苹果。嗱，如果佢个 slogan 叫做 change for the good 呢，或者 change for good 呢，嗱咁呢就好正啦，因为 change for good 呢就一语相关。第一就唔係 better 嘅问题，係我有信心我係 good。 第二就係 for good， 即係话一镬炒起自由党啦，我掂㗎啦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你睇返奥巴马嗰个嘅竞选呢，佢都系讲 change。係呀。但係佢嗰个 change 里面呢系有个 hope 喺里面，系有个希望。而 NDP 今次呢成个政纲里面，或者佢表达出嚟嘅政纲里面，个 hope 响边度呢？冇啊。嗱，我问你啦。咁变咗选民呢，第一你要佢认同你所讲嘅说话嘅时候呢，你就要有够足够嘅能力，响个字句里面有足够嘅 potential 去带领佢嘅思想去到一个结论里面。唔好将佢思想带去一个 open 嘅位置。譬如佢话你家话 open, time for change, 或者 change for the better, 咁嘅话呢，你就俾带咗个选民个思想喺度 open 嘅位置，咩叫 better 呢？你冇 define 到咩叫 better。而你喺你嗰个政纲或者你嗰个竞选表达里面都冇 define 到咩叫 better， 或者我哋冇共鸣到你所 define 嘅 better。咁呢个我觉得佢哋係需要去留意呢样嘢啦。仲有好多人就话 NDP 呢成日都话我哋有钱㗎啦，又唔解釋啲錢向邊度，所以對佢冇信心。其實講真 ，to be fair，NDP 的確有講佢啲錢係點嚟嘅，係咪？佢話係要抽15万年薪嘅人以上嘅税，加多啲，唔係要抽，個個都要抽㗎啦，不過再加佢哋，同埋加大公司嘅税嘛。咁但係呢個邏輯咧係令人拗頭嘅，即係任何一間公司佢charge 个客嘅价钱唔系因为佢个成本有几多少。譬如你一毫子买砖豆腐返嚟，而家出面通街都系卖臭豆腐系五毫子一砖嘅，你会卖几多钱呢？你梗系会睇当时其他人卖几多少，系啦，市价嘛。另外就系话，如果出面冇人买臭豆腐，得你一个嘅啫。而全世界啲所有其他买臭豆腐的地方全部执晒粒噶啦，得你有嘅啫。咁你点样定价呢？就梗係定个高度，个个呢都嗌贵但係又嚟食嘅价钱。係咪独市嘛呢个 ,monopoly。係啦，冇错啦。你系唔会睇下你究竟入货价係一毫啊定两毫啊，定一话我唔入货价係两毫子，然后呢政府加咗我 5% 税，咁所以呢我就自己吞咗个 5% 税啦。唔会㗎嘛，任何个商人只会系尽量加钱。即是话如果你明码实价政府话加我税嘅时候，到时商人就会用呢个嚟做藉口，就係话睇下我而家通货膨胀啊，我请人又会贵啲啦，我入油又贵啲啦，又有摊税啦，咁政府又加多我 5% 税啦，我赚到钱我都要加多税，咁我咪要加价囉。嗱，当佢咁讲嘅时候，小市民咪又要俾钱。所以我觉得 NDP 唔该你下次
人哋问你啲钱喺边度嚟嘅时候，你千祈千祈唔好话你啲钱响翻本地嚟，咁系叫做糖水滚糖鱼，你即是搵我着数。你应该话啲钱响外地嚟，要外资。点样搵个外资？你慢慢讲啦。风水都呃你十年八年，你就有四年玩啦。是咪啊？你睇下点样同中国有关系，整嗰啲贸易啊？你点样响北极嗰度掘个咩井啊？做啲咩嘢啊？点都好啦，或者开拓旅游业，你讲咯。最紧要就系你要俾人一个 hope 嘛，即系你话我啲钱系响外边嚟嘅，我要训练我哋本地嘅人才同外边啲人争。举个例，点解我哋而家嗰啲所谓电话服务嗰啲 support 嗰啲服务咧，有啲系走咗去菲律宾，有啲系走咗去孟加拉咧？嗱，调转睇啊，你系菲律宾，你系孟加拉，佢成功在咩啊？佢成功在就系佢唔响北美或者唔响任何地方，佢做到你嘅生意啊嘛。嗯。而家加拿大其实咪系做呢样嘢咯，我唔响任何世界一个地方，但系我可以同你嗰个地方啲人争。好，咁你话啦，诶，我哋啲人工贵啊嘛，唔够人平啊嘛。喂，唔系、哦，美国有好多位，有好多职位都系人工贵嘅，你都要搵佢噶。即使话佢有个技术啦嘛，又或者佢有个科技，无论如何都好，或者你今次加拿大 BC 省里面某一啲职业唔系科技上面同人争到嘅，喺其他部分你同唔同人争到呢？你问自己去研究下自己呢个省民里面嘅质素喺边度，做一啲统计，或者我哋有冇一啲人系识中文？英文点点点可以点样混合埋成为一种好嘅 product， 系可以有竞争力嘅，系咪？即系你类似呢啲咁嘅样嘢，即系举个最简单嘅例子 ，BC 省有一样嘢系出口嘅，就系、是、呢个教育，佢系将 BC 省嘅课程嘅流程出口去中国，呢啲咪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咯，咪赚外边嘅钱咯。点解我哋唔可以再投资多啲精力喺呢度赚外汇？嗱，你越赚得外边多啲钱过嚟嘅时候，你里边嘅人交嘅税嘅压力就越嚟越细啦。你又市面上有多啲钱，自己交税又少啲，你个市点会唔起啊？到时我唔话知你 NDP 啊，我哋共产党我都 happy 噶。嗱，你搵共产党嚟接收啊，不过系人都唔使交税，仲可以有齐所有嘅福利。大锅饭仲要有皇帝蟹食嘅，你话我叫接欢唔欢迎共产党？嗱，我绝对欢迎，好老实啱唔啱？我明白明白。喂，不过差唔多要休息啦，你讲咁耐都要饮啖水啊，俾机会你啊，我哋睇口，第二节翻嚟再继续倾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yetclicksoeasy.com yetclick radio。啊，我点先知道我可以攞到几多按揭呢？点解申请按揭要揾专业房屋按揭顾问呢？同银行有啲咩分别噶？申请房屋按揭需要符合啲咩条件啊？我第一次买屋，系咪有好多特别优惠噶？咁多楼房买卖嘅问题，咁就要听实一 click radio 每个星期二播出嘅楼房按揭一零一啦。我何洁敏同嘉宾主持 Alan 宋一良会为大家解答唔同嘅楼房按揭问题嘅，千祈唔好错过啦！www.yetclicksoeasy.com yet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 每个星期一班时事评论主持都会在华山论剑碰面，他们个个唇枪舌剑，论尽天下政事。华山论剑翻嚟华山论剑嘅第二节啦，头先 Charter 都讲咗好多好精辟嘅见解咧，就讲下呢个 NDP 点解会咁，即系点要点样做，希望可以唔会成为一个永远嘅反对党。其实我都有同感，就系话根据我自己，反而就睇翻咧今次选举嗰个投票嘅比例啊，咁咧其实 BC 自由党咧喺今次投票里面攞到个票数咧，大概系等于总票数嘅大概44%，即系44%。而 NDP 咧大概就系39%。咁其实我即系感觉咧，就系话基本上同上一届系可以话冇乜大分别，
完全冇係冇分別，即係話我哋所之前咧最重要嗰個關注嘅嘢就話咧，自由黨嘅所謂鐵票來源咧會轉流去 NDP 或者係揀去揀保守黨，結果係冇出現過 NDP 嘅鐵票仍然都係 NDP， 自由黨嘅票源亦都係仍然都係票倉，仍然都係自由黨去投自由黨，基本上個遊戲係即係其實冇改變過。咁就头先好似阿 Charter 你讲啦，嗰个问题关键就系、是、咁搞法嘅话，如果永远都系44-39嘅话，咁唔使选落去啦，下一届又系44-39嘅话，就继续系得个造字啦，即系大家个选举结果都系预料之内咯，变咗系。咁所以我觉得你睇讲得好啱嘅 ，NDP 要谂下点解佢要点样去做呢？未来呢四年令到人哋由将佢嘅票源由39提升到44，而即係呢個當然係要睇下佢有冇方法做到咯，我覺得。如果你係咁，你覺得佢應該點可以做得到咧？我自己會覺得最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頭先個你討論嘅其中最後嗰個位啦，點樣去創造即係一個形象出嚟咧，令人覺得你係真係你睇佢講嘅嘢咧，其實好啱嘅。但問題咧就係嗰樣嘢咧，其實咧係NDP 最冇辦法即係令人信服嘅。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因為覺得自己都講唔到電服自己啦，所以淨係所以佢最後尾出嚟嗰、那個最後尾出嚟嗰、那個競選嘅時候咧，嗰、那個財政預算最後尾個 platform 咧出嚟感覺咧，係只係用一啲好舊式嘅嘢去解釋，就話我哋可以透過加税將啲錢咧有錢人嗰度，因為富裕階層應該分擔更多嘅即係所謂個開支嘅比例。即係要承擔更多開支比例，所以佢就要加一啲150,000以上年薪嘅人嘅税啊咁樣。其實佢係即係解釋唔到佢哋令到人哋覺得佢冇變過，即係唔係 change 啊，係淨係冇變過，同15年前嘅嘅新民主黨係一模一樣。呢、這個先係一個問題關鍵咯。你係誤解咗佢係 change 個瓶裏面嘅酒啊？佢系叫你 change 个瓶啊嘛，佢个樽啊嘛，即系话 change 政党得噶啦，里边啲嘢唔使改啊嘛。所以即系我都好担心，头先讲个事实，就系嗰个热后果咧，就会系佢永远都系即系攞到39%嘅一啲选民嘅支持，就系、是、成为冇办法改变嘅一个现象咯。如果我冇你咁高兴、哦，我因为我觉得佢。以后一定会再继续流血喎、哦，即系少过39%，梗系啦，梗系啦。咁因为仲有个绿党啊嘛，如果左呢边系 split 嘅话咧，分裂嘅话咧，咁右呢边咧就好 happy 噶啦，即系永远都系咁噶啦，做政治吓。总之你右边嗰边分得越大咧。左边咧就越高兴噶啦，吓就系咁。咁嗱，你谂下啦，每一次选举咧，绿党嗰个票数咧系增加紧嘅。嗱，有一个讲法就系话 ，NDP 嘅支持者咧，甚至迪德安咧，佢就话绿党分薄咗佢啲票。這個、呢个咧系绝对幼稚嘅讲法，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幼稚。譬如咁讲，譬如 NDP 同绿党嘅政纲系有90%相叠嘅。咁嘅话呢，你就可以话绿党分咗你嘅票源。但係如果你 NDP 同绿党嘅政纲唔系咁多相同嘅时候呢，你讲别人你讲人分你票源系咪好戆居，即你不如话保守党分咗你票源。咁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啦，如果 NDP 话绿党系可以分到佢嘅票嘅话，佢几时知嘅呢？一早知㗎啦。是不是啊，咁点解你 NDP 嘅政纲唔可以写到有咁绿得咁绿呢？你写绿啲落写晒绿党嗰啲政纲嗰啲意见落去，咁你咪完全 cover 佢嘅嘢，你咪攞埋佢啲票过嚟囉。点解唔得呢？嗱，当然系唔得啦，因为有啲嘢呢 ,NDP 系唔同意绿党所做嘅方法㗎嘛。嗯，而有啲嘢系绿党唔同意 NTP 做方法噶嘛？既然系有不同嘅地方，你就唔可以话人攞你嘅票啦。我都同意，我就唔觉得佢系绿党系攞紧 NDP 嘅票源嘅。不过我觉得 NDP， 你头先话将来会唔会逐步更多嘅 NDP 嘅一啲即系贴心支持者
是轉態去投一些綠黨的支持者？是不會的。是不會的。NDP 的支持者裏面有很多是同意綠黨的理念，但現在不是說同意理念嘛，是說同意做法嘛。嗯，我雖然說 NDP 指責綠黨分了他的票呢是錯，不過應該這樣說，綠黨是分薄了左邊的票源，這樣就正確了。而事實上呢，有很多選區呢綠黨呢真的分薄了左邊的票源，所以呢NDP 呢有好多区呢就真係赢唔出，呢个係真嘅。所以个正確讲法应该就係话左边分裂，而唔係绿党攞咗 NDP 嘅票，因为后者嘅讲法就係有啲人本来投 NDP， 而家投咗绿党，呢个係唔正確嘅。但係咁样嘅时候，你个讲法呢个效即係下一個即係潛台詞呢，就話將來如果你左派即係要真係話講 NDP 同埋綠黨都要喺配票方面或者配合方面要盡做嘢喎。咪等於聯邦保守黨啫嘛，以前係兩個分裂成兩個右邊㗎、嗯、兩個都有啲嘢大家打死都唔可以同意㗎。嗯，你唔同意你咪分裂囉，你咪永遠都攞唔到 power 囉，直至有一日你話都唔係嘅，嗰啲嘢唔使打死都可以同意嘅。事實上根本聯邦嘅保守黨就係咁樣拋開咗分歧，結合咗佢咪可以贏囉。嗱，只要有一日 NDP 同埋綠黨講掂數，將兩樣嘢合而為一，將大家而家認為死人都唔可以放棄嘅立場或者做法合而為一嘅話，咁你咪全部攞晒嗰邊啲票囉，你咪即刻多但十幾席囉，你咪即刻做執政黨囉。問題就係執政黨呢一嚿蘿蔔夠唔夠甜呢？你 happy 食呢嚿蘿蔔，而另一方面又要去兼容綠黨呢，係兼容晒喎，係咪？咁呢樣嘢呢就要 NDP 自己去諗囉。嗯，覺得啱。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都講到 NDP，咁其實我哋所唔可以講下我哋今次選舉嘅大贏家呢，呢、這個自由黨呢？錯，自由黨冇贏到。咦、哎、點解呢？係選民贏咗。OK， 咁我都可以。今次嘅大贏家係選民，選民非常之有智慧。大家唔使你話俾我知我投邊個票選邊個樣嘢。嗱，有啲人呢有啲陰謀論嘅，或者有啲小道消息，就係話其實呢嗰啲民調呢係暗中幫緊一啲政黨嘅。譬如今次話搞到NDP 嗰個 number 好高呢，咁呢叫告急牌啦，曲線嘅告急牌係咪，咁變咗有好多人我好驚呀，我不如去投自由黨票啦，唔可以俾 NDP 出家咁即係咁樣。咁呢個係一種陰謀論啦。但我覺得自由黨呢今次呢技術上呢佢係做咗一啲嘢。有一啲嘢係佢唔做呢就唔會贏嘅。即係選舉策略方面。譬如話簡惠之嘅笑容啦，佢嗰個淡定啦，佢嗰個 message， 佢嗰個信息係非常之 focus， 同埋清晰。同埋呢最緊要呢，呢、這個信息呢係唔係引起共鳴，即是話你明唔明白個選民要乜同埋驚乜，你明白選民要乜同驚乜，你又噏到出嚟，你又成日噏，咁呢你就贏啦。嗱 NDP 呢樣嘢就要學啦，佢第一你明唔明白個選民想乜，佢話佢想轉囉，自由黨做得唔好囉，於是乎佢想轉個第二個黨囉，啱，第一關就過咗。第二關佢選民想轉啦，轉成點？咁啊，搞好啲經濟囉。其實我哋訪問黃愛明嗰陣時呢，佢 NDP 㗎嘛，但佢講嘅嘢呢我覺得就非常之自由黨嘅，或者非常之唔係 NDP 嗰種款嘅。譬如佢話我哋要呢係幫助啲中小企啊，我哋要搞好經濟啊，即係你聽落呢就好自由經濟型咁嘅論調。咁唔知係佢個表達到我哋好 happy 啊，定又話係點樣啦，即係我就覺得佢講嘅嘢呢就真係好似即係唔係好 socialist 嘅。咁如果今次 NDP 擺個樣出嚟係話
所系企响中咗，即是话财务上面我系引进多啲外资，我系减少多啲 red tape， 所谓嗰啲官僚架构嘅嘢，我系一年咧 guarantee 咧搞十个团，一啲去巴西，一啲去俄国，一啲去中国，一啲去日本，去到边度咧有啲乜嘢生意就立。然后我哋翻嚟咧就加强培训，训练多啲人讲俄语、讲中国话、讲乜话做生意。我哋要同全世界接轨做生意，将佢嗰啲好嘢学翻晒翻嚟。你谂下，我都识讲啊。如果 NDP 有肯即肯讲呢样嘢嘅话，几正咧？但系佢捉到佬唔识脱角，佢净系话我哋培训咯，训练多啲人咯，训练啲人去边先得噶？做乜先得噶？系咪？嗱，佢成日都话：，诶，我哋训练多啲先生。喂，而家好多先生系冇工做嘅，知唔知？出咗嚟之后咧，系加入咗工会之后，唔系未入，系入咗工会之后变成攞救济啊！因为初入职嘅人入工会咧，冇咗个 seniority 嘅话咧，系冇工开噶。啲先生一个礼拜开一日工、两日工，你话死唔死啊？仲要做替工。系啊，呢个我头嗰三年系咁噶，咁你话死啦！你有好多人都要迷信啦，就话 NDP 咧系帮工人出气啊，系帮工会嘅工人有个好即系照顾佢哋啊。视乎你入咗工会几耐啦，如果你系初入职嘅话咧，你真系苦过弟弟啊。所以头先你问我啦，咁自由党赢在乜咧 ？OK， 第一就系简惠之个人嘅魅力啦。嗯。佢讲有 focus， 同埋佢讲嘅嘢咧，同市民有冇共鸣嘅问题。第二个就系话咧，自由党今次咧就真系知死啦，所以咧佢就踩行油，乜嘢嘅资源都摆晒出嚟啦。咁咧佢咧就动员到好多人去投票。咁嘅话咧，有人投票你咪赢咯。嗱，举个例啊，响姚永安个选区咧。一陣先講姚永安啦，不過講佢選區啦，我哋比較今年選舉投票人數同埋上一次選舉2009年省選投票人數咧，投俾自由黨同埋投俾新民主黨嚟講咧，原來係相差唔知十幾廿票定幾票咁嘅啫，好接近嘅嗰個 number， 兩個黨都係咁嘅。咁我哋假設咧就係話，其實嗰兩個黨咧響 Fraserville 選區咧。都踩行友啦，都搏晒命啦，以两次都搏晒命，所以呢两次嗰、那个支持率呢係基本上係一样。咁而真係唔好彩啦，自由党嘅支持率呢就真係比NDP 呢多咗几百票，1000票都唔够，两次都系。咁嘅时候呢就姚永安呢就两次都落选。但咁我又觉得呢两个睇法，第一个就係姚永安呢佢就衰败游泳。因为佢两次呢都系打大粒佬嘅。都系打非常之有分量嘅人。亦都其实姚永安本身只系一个华人嚟嘅啫。即系对唔住啊，你即系我用只系呢两个字啦。係咯，你好似你系华人。即系华人佢唔系华人就可能赢。华人打主流嘅人系难好多嘅。嗱，如果姚永安咧响过去几年咧响主流嗰度咧再多少少 exposure， 或者再做一啲嘢令到主流嘅人记得起佢嘅话咧，我相信今次嘅选情咧佢有机嘅。我唔系话佢冇，而系话再做多啲咧个机会又重大啦。因为始终华人系有一个份量。但是主流始终都是占多数，我们都不可以轻视这样东西。当然他没有轻视到，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很不幸地两个党都踩行友的时候呢又很不幸地而在那个选区呢是支持自由党的人比较多的那么多，那就结果他两次都饮恨，那么就是乌鸦嘴啦，即是有时真的很惨，即是他三次出来选，一次市选，两次省选，每次都是差的多的。又唔系差好多嘅，系咁嘅先，咁嘅先至攞命嘅啫。嗯，我希望佢咧以后咧继续去努力吓，继续去。我当然，下次又睇下点样选到佢出嚟咯。我希望啲华人继续参政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讨论下。喺远古嘅传说当中，龙系象征住力量同埋智慧嘅生物。而家龙已经苏醒，龙之力量得到解放，而且要傲视天下。
星期三喺一 click radio， 我飞龙，仲有我阿蔡，将会发放龙嘅力量，同大家龙行天下。我哋会用尽千方百计、古怪搞笑嘅方法，同大家搜罗世界每个角落嘅得意趣闻、奇人怪事、新鲜资讯。记得逢星期三一 click radio， 相剑合璧，龙行天下。www.ye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华山论剑，翻到嚟华山论剑嘅最后一节啦。咁我头先咧就我哋讨论咗好多关于即系今次省选嘅，咁但我想换一换嘅角度讲翻咧，咁其实我哋 BC 省未来呢五年由自由党去执政。有冇五年？点解五年啊？佢咪四年省选？点解你会讲到五年嘅咧？哦，系省选系四年嘅，啱啱四年。但系四年都唔啱。点解啊？应该系未来两年。你点解话未来两年啊？喂，四年省选，你头嗰两年咧就任你就咁玩都得啦，尾嗰两年咧你就要根据嗰个势嚟做嘢噶啦。美嗰两年你唔可以自己想乜就想做乜㗎，因为可能要派糖啊，可能要係稳定啲人脚啊，做好多嘅预备功夫去打仗㗎啦。咁美嗰两年呢你就冇咁自在㗎啦。咁你觉得自由党会点玩呢两年自在时间呢？嗱乐观啲积极啲咁睇啦，简为之呢係需要自己个团队嘅。佢同金宝做嘢嘅方法呢未必係完全一样。咁经过譬如上次一年两前有啲自由党里面嘅元老级嘅人即係走咗啦。我相信简为之可能呢都有佢自己一啲比较亲信啲嘅团队。再加上而家省选之后呢亦都选咗啲新嘅面孔入去嘅话呢，我相信佢响建设佢自己嗰个 cabinet 嘅时候呢，佢係多咗一啲走眼位可以做到一啲嘢。问题就係佢点样样用一啲半新半旧嘅人去驾驭一班完全係旧嘅百分百旧嘅官僚呢，呢个就係考佢个功力啦。政客呢你可以四年选一个。甚至你唔鍾意你而家炒咗佢，你再搵个第二个入閣亦都得。但係官僚呢基本上呢你死十次呢佢仲係闯嗰个位。即係如果某某个 department， 某某政府部门，佢嗰个最高级嘅官僚或者个最高层嘅官僚对于某个政策上面係持某一种嘅偏见嘅话呢，你係炒晒佢。如果你唔炒晒佢，你就要跟佢条路去行。如果你又唔炒佢，你又唔跟佢条路去行嘅话呢，第一佢有好多位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佢就搞到即係拉住你后脚。第二呢佢可能呢整几个 report 出嚟呢一爆大镬呢，你啲政客就咩飞㗎喇，係咪呀，永远都係闹政客㗎嘛。咁佢又冇事啦。所以点样样驾驭官僚呢，其实系对于简为之或者对于每一个政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的考验来的。这个当然啦，是啊。不过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他已经开始掌握到这个这样的技巧呢，即我讲简为之。因为他经过了差不多就两年几的时间在这个政府运作里面做即一个决策者，叫做最高决策者。其实佢未走出嚟做CKNW 嘅时候，佢已经响政府里面非常之高强㗎啦，大佬佢係副省长嚟㗎啦。係啦係啊。佢唔係完全冇经验。我又觉得，所以我觉得佢，你话佢话驾驭呢啲官僚喺技巧上面，即係我觉得佢唔係一个好大嘅，即係点讲啊，即係唔会係对私电嘅影响㗎嘛。你喺度做得耐唔等于你有能力㗎嘛。是咪？咁当然你有能力又唔等于你做到喎，因为你仲要配合其他嘅人，譬如话你有冇人去帮你去做某样嘢呢，係咪？你有冇一啲人入到国，嗰啲人个工作能力点样呢，譬如 Jason Kenney 咁样。哇大佬即係
可以上下就在加拿大东西岸见到他的，都咁肥之大隻嘅，係咪？即係你咁嘅，即係咁能干嘅人，如果你揾到佢嚟做你嘅國員嘅話，佢又好盡忠，佢又唔想起你飛腳嘅話，咁你咪做到好多嘢咯。咁 Stephen Harper 咪少幾條白頭髮咯，係咪？即係本來已經好多嘅咯喎。我估喺 BC 省裏面，喺簡惠之個團隊裏面，係有啲人真係做到嘢嘅，而又係好正氣地做嘢，而唔俾人捉到痛腳去爆大鑊嘅。咁呢個就係 BC 省嘅福氣啦，亦都係簡惠之嘅個人嘅福氣啦，係咪？咁呢樣嘢我唔知㗎喎，係咪？要佢而家同啲人坐低傾，同埋簡惠之後面亦都有一班智囊，呢班智囊簡惠之會怎樣調配人呢？揀幾多個人去做智囊呢？怎樣聽人講嘢法呢？係咪？咁啊，呢樣嘢就要我冇出征求啦。不過好彩就咩呢？就係而家佢有50隻，係咪？咁啊 ,NDP 又得30幾隻。咁你少咗個頭痛，即係少咗 NDP 呢個頭痛。如果唔係，你人又少。人又少嘅時候呢，有能者又少咗啦。咁跟住呢，反對聲音又長咗又大咗又煩咗，你仲煩，你而家都好啲啊。咁希望佢以後呢搞啲嘢出嚟呢，我相信我一個人有少少感覺呢，佢簡惠之都識得點樣去稍微氹下啲選民嘅。有啲即係表面上嘅嘢呢，佢都識得做嘅。識得講識得做嘅。咁你睇佢今次衝紅燈嘅知啦，係咪？佢話：，誒，衝紅燈，我唔啱，我唔掂啊，我唔掂啊，咁，即係佢係咁樣講喎，係咪？咁你鬧佢咯，係咪？咁但係，即係相比翻 NDP 啊，迪德温佢話：，喂，我35歲啫喎，即係你會感覺到係有個唔同嘅味道喺裏邊啊。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迪德安都會有機會係被 NDP 嘅內部嘅人即係拱落台嘅，其實係即係我同人笑講笑啫。你俾20 point lift 我叉叉嬲啊，我都要好辛苦先搞你搞到今日咁衰啊，係咪？即係有20 point lift 大佬，即係你冇可能嗱，第一你冇可能喺一個 campaign 裏面是得後衛冇前鋒嘅，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嘅事。第二，冇可能之餘，你仲要玩高調。好，第三，玩到最後，好老實啦。喂，你迪德安，你每次坐落都講攻擊人嘅嘢，我亦都聽到 NDP 有啲提醒選民 HSTD 邊個搞出嚟嘅廣告，嗰啲係咪攻擊廣告呢？當然啦，即係喺我哋選民眼中睇，呢啲係你 remind 我人哋做得唔好嘅嘢，你係我覺得呢啲唔係攻擊廣告嚟嘅喎，負面廣告咯，或者講，即係譬如咁講，我同阿 Philly， 我同你講，假若你係一個黐肥嘅人，我唔理你個成因係先天後天，假若你係一個黐肥嘅人，如果我不斷咁去提醒你嘅話，而我個態度係好差嘅，因為我唔識講嘢，我話喂，你有搞錯啊，你咁樣對身體唔好啊，減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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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千次減肥啦，你好悶嘅係咪啊？你覺得我好好煩嘅係咪？係啊。咁但我係咪攻擊緊你呢？咁你真係黐肥啊嘛，係咪？如果你唔係黐肥嘅，或者你唔係豆雞眼嘅，我成日講你豆雞眼，嗱，咁你可以話我抹黑你嘅喎，係咪？完全冇嗰陣時啊嘛。但你真係黐肥啊嘛。好啦，你自由，你 NDP 應該咧，你 remind 翻省民，喂 ，ICBC 賠少攞錢多，係嘛？BC Ferry 加價多服務少，係咪？BC Hydro 點點點點點 ，Smart Meter 點點點 ，TransLink 你係咁同人講啊！即係全世界都會唾棄自由黨啦。點解你一句都唔講呢？你話俾我聽，點解你唔講啊？玩嘢咯。好啦，你玩得到成王就敗寇，咁呢個玩唔到。加上人哋攻擊你嗰陣時候，你。唉，我都唔识讲啊！真系，我觉得咧，即系你嘅意见都系话迪德哥应该系落即系鞠躬下台，自己搵地方搵个窿捐咗就算啦。不过讲真，佢有好多支持者嘅，即系佢而家就点咧？就唯有咧就系、是、做翻个非常受欢迎嘅省议员，系嘛？咁然后做一个非常之唔受欢迎嘅
港領咁咯。不過加拿大嘅政制係好好㗎喎，你唔做港領一樣冇事㗎喎，你咪坐返到做 MLA 囉，一樣可以大大聲講嘢㗎喎。咁有一個版啦，佢前任阿詹家路而家都好高興喺度講緊嘢㗎。係冇講嘢。聯邦政府啊 ,Dion 都係一路講緊嘢㗎，冇問題㗎。咁講返收緊人工。咁講返聯邦自由黨個 Dion 呢，同迪德可能差個字喎。是差少少。一个迪安，一个迪德安咁咁以前自由党即係以前自由党输俾斯芬哈佛嗰时呢，咁有啲人即係口痕友就哎呢个迪安呢就係斯芬哈佛个老友嚟㗎啦，咁内家嚟嘅。咁而家我哋啲有啲口痕友可能就话哎迪德安就係解为之嘅内奸嚟嘅 ,friend 嚟嘅。无间道啊。讲笑啫。我始终讲句啦，即係姚永安呢就鼓励佢啦，係咪继续做多啲嘢。我最后讲呢句呢，我係真心讲嘅，係好紧要嘅，大家即係所有从政嘅一定要听。今次华裔出嚟选破纪录，但係係冇意思嘅。点解呢？如果你平时冇喺社区做嘢，又或者你平时喺社区里面做好多嘢，但係做啲小众嘅嘢，唔係做大众嘅嘢嘅话，你今日企出嚟全个区都要投你票，嗰啲选民就会问我认唔认识你，我同唔同意你做嘢。如果呢两个问题嘅答案都令我满意呢，我就瞓个身嚟帮你。OK? 嗱黄韵荣啦，出选定候选嘅。候选嘅係啦。仲有好多其他区嘅都有。最惨就係一系呢，佢哋就係平时冇喺社区做一啲大众睇得到或者有共鸣嘅嘢。一系呢就有啲人呢周不时都有做嘢，但係大众唔认同佢做嘅嘢。譬如有啲人以前反过鱼翅嘅，唔係赞成个 band 鱼翅嘅，咁咪争佢啦，係咪，即係之类嘅嘢我唔讲名啦。即係咁嘅话你就好难得到票数咯，所以我希望以后见到嘅唔系有几多个华人出嚟参选，而系话我希望好多华人平时响区里边做好多大众睇得到又同意你做嘅嘢，真系为民请命。即系你去做嗰啲童子军嘅嘢系好，咁但系你做一啲童子军嘅话，咁大众嚟讲未必系可以同有共鸣噶嘛，系嘛？即係如果今次我哋有啲咩區都好，有啲獨立候選人出嚟，佢平時就係同大眾去爭取利益嘅，去為發出聲音嘅話，即係嗱講翻少少題外話，小弟嚇2011年市選嘅時候都係做過候選人嚇項目委員，係喂知道，我都唔係平時即係喺某啲事上邊係出過少少力咁啦，係咪？咁我少少地都有6000票啦，係咪？咁而家你見到 Richmond 有啲什麼聖劍黨啊，什麼啊，乜嘢黨嗰啲華裔候選人咁樣300+票啊，100+票，咁嗰啲係咩嚟嘅呢？就係我個姨媽，我個姨媽個姨媽，我個姨媽個姨媽姨媽都投我票，咁我咪有幾百票咁咯。咁但係我即係講嚟講去就係唔該，我希望見到就係好多華裔華人平時喺社區裏面做一啲大众关注嘅嘢，而大众系认同嘅嘢，咁嘅话你到时你戴边顶帽出嚟，你都有你嘅基本用等，呢、這个就系华人之福啊！你咪后悔今年见冇参加省选咧，起码都有6000票啊！我冇后悔到，唔系、哦，我睇翻嗱，我系North Fernandy 噶嘛，嗱，第一，如果我要出嚟选嘅话咧，同阿李灿荣争咧就系冇意义嘅。虽然我个人并不十分之崇拜李灿荣 ,ok? 但我亦都同佢冇仇，即係同佢链係我觉得係冇乜意义。反而呢走过去DLA 嗰边呢，同Corrigan 市长个太太Cathy Corrigan 链呢，我觉得有意义喎。但係咁我今次因为我私人呢，我係啱啱卡拉住我要买屋。佢变咗呢，我就真係分唔到时间出嚟。唔緊要。咁样今日再点啦，再送上下啦，我哋都讲到好多啦。咁希望大家都
听众都会听到我哋嘅啲分析嘅意见啦，都有得着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冇你冇乜嘢讲啫，你吞仓喎。我惊打断咗你思路，你就话我窒住你啊！你唔好咁高抬你自己得噶，你点会打得断我思路咧？啊，真系唔好。咁既然你咁讲，我下个礼拜就俾心机讲多半粒钟，等你喺度做听众啦。即唔打断我思路，净系删咗我支咪啫。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好， okay, 拜拜。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音乐是无分各界的共通语言，随着不同的音乐节奏会牵动你不同的感觉。当你进入音乐小宅的时候，请你放松心情，尽情享受音乐。每逢星期二，节目主持子欣会在音乐小宅节目里面为你准备好丰富的音乐盛宴，记得嚟慢慢品尝啦。www.yeclickso.easy.com ye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系咁简单 ，so easy。www.yeclickso.easy.com ye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系咁简单 ，so easy。